先的杂零机械与成套工程装备制造商，公司拥有国际一流的生产加工设备，总投资达1.3亿元，是国内集成套工程设计、研发、制造、销售及安装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机械装备制造企业。2013年被科技厅授予河南省玉米杂粮成套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，杂粮机械装备产业化能力居国际领先水平。